搜狐的网友，大家好。在2009年的年中呢，已经到了，所以祝福大家就是在09年的年中都可以有一个完美的 ending。在10年，希望每一个粉丝们呢，可以继续对我的支持，然后在10年会算是让大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年，然后我在我的工作上继续的努力，希望大家给我多多的支持，谢谢。就是听说你刚刚夺得了在香港夺得了奖项，获得的是国际男演员的奖。谢谢。那今天又获得了 ELLE 的大奖，是不是感觉最近很顺风顺水？还，我觉得要继续努力，但是一方面你就会更肩负起，就是要让自己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进步的一种责任跟压力，所以在新的一年的话，其实会尝试更多不一样的工作形态。哎，那你平时也很爱上网，然后经常跟网友做互动。那新年来到了，你跟网友，你就支持你的 fans 们说一些鼓励的话。网友，网友很奇妙，就嗨，大家好。虽然是在网络上交流，但是还要谢谢大家在，我觉得应该是在云端吧，因为我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来自何方。然后也要谢谢所有网友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希望，就是撇开网络之后呢，我可以透过我的作品，就是有更多心灵层面上面的交流，甚至有朝一日我希望可以亲身的，就是面对面的跟他们做近距离的互动。那刚才我听到你说你的服装风格是希望是正式的元素加上优雅的态度，这是不是也是你的风尚的一种认识？我对风尚的认识，我觉得开心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每天的穿着打扮跟着心情走，然后我觉得轻松自在一直都是我很崇拜、很向往的一种精神。说你这个人，因为中间你是和那个很大美合作的那种林感志玲觉，吗？对对。真的很开心。我觉得这个开心是因为志玲她非常的忙碌，然后她这么意气相挺来跨刀合作，真的很感谢她，而且还要再感谢她一点是，她给我的那种精神跟态度是非常认真，她对于这一次的演出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之前事前的一些会议，ND 的会议，都甚至都是一起开的。因为他工作这么忙，然后特别抽空，然后事前的准备会议都亲自的参与，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他。上面真的好。那你就是说，对合作对象来说，你更希望，你最希望跟哪位男艺人或者女艺人合作？我不敢想因为我觉得每一位没有合作过的人，不管是在戏剧表演或者是歌唱上面，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尝试、新的伙伴，在他们身上都会学习到很多事情，都对我来说是某方面的老师。即使有合作过的，我觉得即使有合作过的，会在透过不同的环境下产生了很多不一样的火花。其实真的没有想过要特定要跟谁，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资格能去说这样的话。然后金歌王嘛，2009年的金歌王嘛，排名很前，然后人气也很旺，对吧？谢谢。然后那我们就想问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感想？你说我的 EP 的，对。很谢谢幕前幕后参与这张唱片的工作人员还有工作伙伴，有这样的成绩，其实我觉得全部都是靠歌迷他们去支持，所以才得到这样的成绩。所以最重要要感谢我的歌迷朋友。然后，2010年，您对那个工作上面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呢？09年对我来说算是自我超越的一年，其实尝试了舞台剧跟唱片。其实，在10年的计划，我希望会有一个更大块、更具体的一个时间工作计划，去从事慈善跟公益活动上面。因为其实出道7年左右，然后之前可能
投入慈善跟公益的时间就是很零星很零碎。我希望在2010年是算是充满爱的一年，就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时间，长期的时间投入在公益活动上面。好，谢谢。在你眼中的话，时尚的乐趣是什么？对你来说？我觉得时尚的态度就是要自由自在跟很开心的去做每一件事情。嗯，还有，我想请问，就是在你的对你来说，就是你有什么风尚的 idol 或者是偶像之类的？我觉得有一些好莱坞艺人，我看他们，我看很多，像 ELLE 杂志，就很多名人的那种私底下的打扮，我很喜欢看这种部分。像好莱坞有一个男明星叫 Johnny Depp， 我非常喜欢他，就是非常有个性，对，很随性的那种打扮，你就会看到他穿，即使在我们的眼光里面觉得会有点奇怪的衣服，但是他就是会很自在的那种感觉，我很欣赏他这种。就是你觉得什么才是体现风尚两个字的？着重也好，行为也好。我觉得风尚是整个生活态度，然后我觉得这个生活态度很重要的是，就是要由衷的感到快乐。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你的食衣住行上面，穿衣服啊，住的装潢啊，我觉得你都是要有乐在其中那种开心的在做每一件事情。刚刚听说你收集很多鞋子，是因为你觉得鞋子是能体现风尚的一点吗？或者是其他元素在里面？在鞋子的搭配上面，我觉得是整体造型里面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环，因为我觉得一双好看的鞋子，一双特别的鞋子配上一个很简单的T 恤牛仔裤，我觉得就是画龙点睛的效果。所以鞋子对我来说算是我整体造型里面最多的元素。比较重要。嗯。那你觉得女孩子怎么是体现自己？或者这样说吧，你最 care 女孩子是怎么样体现一个风尚？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那种个人魅力。我觉得不要一昧的去模仿，我觉得要找到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然后可以让自己散发出自信。我觉得不用去太在乎说这个女生她穿的是什么，我觉得反而是她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首先，她有没有先爱惜她自己，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自己的那种态度，她是不是快乐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从他散发出来的那种精神跟态度是感受得到的。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女孩？综合我以上刚刚说的吧，我觉得要有自信，对，然后我觉得要乐观。外貌当然是要心，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标准，一把尺，当然是要心中那把尺觉得是美女的，才会符合就是欣赏的美女类型。现在这么多影星，女星里面，你觉得哪位是最风尚、最时尚？最 OK？ 很多哎。举几个例子好吗？周迅今天会来吗？对啊。她就是啊，她也是我的超级偶像。对，我觉得她就是有一种自信，然后充满着智慧跟才华的一种气质。所以很多东西加注在他身上，就会变成是，好像是跟他整个人的气质融合在一起，然后加上他的演艺事业上面的成就，就会让我更欣赏他。嗯，